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欢吃甜点，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马卡龙、巧克力，然后很多的那种 pastry 啊，像 croissant 啊、面包，我都非常非常爱，都是很危险的东西。那我今天的穿搭当然就是因为今天他们的开幕，因为我们都会有示意图，那我就看到这里很漂亮，很有法国的那种风情的味道，包括它的 interior design 啊，它的室内装潢，所以我就是搭配比较浪漫一点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其实今天是我表妹的朋友请我来的，我本来是不知道的，后来才知道说他们问我的时候，我就说，那我就有问一下对方说，请问你跟我表妹的交情是怎么样？他说非常好，我才说 OK 好，那我愿意。我们大家都非常推崇这个主厨，然后他今天本人也都到了，那他也是算是甜品大师，所以就是今天就是来一起跟大家共享盛举。我有点夸张，就是每一天我都吃甜品，而且西式、中式我都非常爱，从粉圆啊到抹吉，到西式巧克力蛋糕，那当然就不要说马卡龙这样子。那我最喜欢的 macaron 呢，它这里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玫瑰荔枝覆盆子，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 caramel，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口味我都非常喜欢，也有开心果，对不对？还有巧克力、香草就不用说了，就是各种的我都爱。